好，我是吴安。明天11月8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可是非常旺盛，在这边要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金牛座朋友，爱情桃花朵朵开，财运也很旺哦。狮子座朋友也不赖，在桃花方面是如鱼得水，左右逢源。而摩羯座朋友更是好运当头，不管在哪里呢，都是万人迷哦。不过三星座运势弱一点，在这边要留意了。射手座朋友要特别小心，感情上容易遇到不好的对象。水瓶座朋友特别要注意，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谨防陷阱。而双鱼座朋友特别要小心情绪上面的调试，以免影响到你的工作哦。另外呢，不同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这边提醒你，火象朋友是灰色系，最佳数是8。土象朋友是银色系，最佳数是3；风象朋友是红色系，最佳数是4；而水象星座朋友是黄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2哦。